给大家带来一场高端对局啊，这个对局也算是一个沧海遗珠了啊，因为最近比赛比较多呀，然后这场比赛的话还是要分享给大家啊，确实很精彩。这把这个跳逼想要虚晃啊，骗这个老 K 站房，老 K 直接打对手下盘。刚才跳 A 的话呢，也是会分析这个八神会起跳哈、啊，果然中招。老 K 应该说啊，对这个叶枫的心思哈、啊、把握的很精准，杀法贼精准的啊、哦，刀法很精准。这下踢的有点远了哈，没踢到，要跳抓，果然，龙泉葵花又要跳抓，哎呀，老 K 的跳抓是真的好用啊，叶枫就总是被他抓，要么被大猪抓哈、啊，这波成卡不可防御，好偷下盘想的很美啊，但是老 K 还是看破了，好，叶枫马力上来了。叶枫蛮力懂的啊，堪称翻盘女王啊！这把跳息也是吃了一点，打这个乱动，老 K 顽强来了波升楼，我去，这波老 K 已经想要过去跑抓了哈，这个距离 K 是跑抓，还好叶枫还是抢到了这一招。粘人的小妖精小玛丽啊，只要给这个倒地机会，你就有可能起不来了，突然一个假招，这一步非常的伤啊，再夹叶枫他是不会失误的哈、啊，打逆向防的不错啊，好，这一波这个重拳有点莫名其妙啊，感觉有可能是想跳息啊，后跳息之类的哈、啊，如果是带抓的话，他是不可能出一个重拳的，因为高手的话都会 BC 啊，或者说 AC 一起按的。两颗气的大门又再一次驾招，赌神来了。好，三十六三歇一个指令。哇、哦，这逆向啊！又要逆向吗？果然，哇、哦、也太帅了哈！满血反三哈，牛皮。好，关注修修，不会走丢。